那我现在就包一个包菜这个猪肉给大家看一下下来。这个虽然已经有点冷掉了，不过呢待会我们会有这个 原始的图档，就是 CG 图档给大家看一下。那这个呢通常都会在韩式烤肉吃韩牛的时候也会出现，大家看到，然后会加一些，像我自己就很爱吃，就会加一些蒜头跟辣酱，就这样把它包起来吃。可是你知道韩国人很酷哦，来那个 Y 边上来一下，我跟大家讲一下 Y 边，你口罩拿下来，对，我们面对镜头没关系哈， Y 边露脸了，走第四轮。他呢要吃要怎么吃呢？我喂他吃，这个是代表就是尊敬的意思，嘴巴张开啊，你要整口这样大，要塞进去吃哦，不能，但你这样就不对，你的福气没有吃进去哦，一定要这样子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个呢，菜包肉的意思，他们的习俗就是再大口，它就是一个福气的意思。菜包肉你，我刚刚这个是包小的，你知道有一次我是碰到一个韩国的阿猪嘛，他这个才是冷的，我们现在是冷掉的。他那个包刚烤完的那个韩国烤肉啊，加了超多的烤肉进去，很澎湃，然后加辣椒什么蒜头什么烫的，整口这么大一个给我塞进去，我烫了我嘴巴，真的是。可是你知道这是习俗，你要把它吃下去，因为它就是你不能咬一半，你就是没有把福气吃进去的概念。再卷一个好了，卷一个，我真的觉得这很难卷，但是听说这是。这个大直由正川韩潮爸他们就是大家都爱吃这个乌龙面哦，我就是想说奇怪，这个菜到底要怎么包？这如果热腾腾的，对不对？你看哦，这样包，他们包饭包菜，这样这个手啊都黏住了，然后还要再加这个春川草鸡，这个春川草鸡，然后这个是很热门的菜哦，这么大一个。要怎么吃啊？要怎么吃啊？这样应该可以啦。对，就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大家，我快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很前面这么大一个，其实怎么吃啊？但是真的就是要大口的塞进，我好想塞进摄影大哥的这个嘴巴里面。对，可是你一定要吃下去，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个大口塞下去的话，这个小编要再来一次吗？小编来吃一下这个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是冷的，对你还很好。我上次吃的是烫的脸。这个是代表尊敬的意思，就是我那时候其实阿猪妈的手干不干净，我还很担心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呢，好，你一定要塞进去哦，不然没有福气吃下去哦。好，这个呢，就是韩国的传统习俗。